雷军宣布小米最疯狂福利永远有效。快科技，25日下午，雷军在武汉大学宣布了新零售水桶机小米 6X， 配备 5.99 寸全面屏，骁龙 660i 处理器，最多 6GB 内存，正 128GB 存储，2000+1200万像素后置双摄，2000万像素 AI 自拍摄像头等等，而价格只要1599×1799×1999元，性价比爆棚。产品发布后，雷军很动情地讲起了小米的未来 N 年后能否继续做良心产品。为此，小米董事会在2018年4月23日做出了一个重要决议。N 不是上市。雷军提出，小米 6S 和竞品有着几乎相同的配置，但为什么能做到几乎一半的价格？这来源于小米与众不同的价值观，感动人心，价格厚道。从今天起，小米向用户承诺，每年整体硬体业务，包括手机和各种生态链产品，综合净利润率将永远不超过 5%， 如有超过，将把超过部分用合理的方式返还给用户。雷军同时宣布了小米的使命，始终坚持做感动人心、价格厚道的好产品，让全球每个人都能享受科技带来的美好生活。